在大海里，我跟好朋友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，才找到这座环礁乐园。我们的孙儿们瑞奇、乐乐和他们的朋友在这里快乐成长，他们的生活精彩、刺激又好玩。瑞奇的海底历险，探险等着你。这有活泼的瀑布，岸岸好美丽。永远的好朋友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奇幻海底世界，欢迎来玩。